哎，章鱼哥，我们一起去抓水母，不是开瓶盖吧？看着啊，看好了，这回多教你几遍。这个玩意儿嘛，要拧，就像这样握住瓶盖，然后拧。OK， 根据他的智商，我觉得应该学会了。把瓶盖拧紧的那个位置稍微松点，就这样。走起。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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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，哎哎哎，大哥没开始呢，我去，拧它，像刚才我教你那样，握住瓶盖，然后拧它，来，来，数学好的朋友们，此时此刻帮我算一下，已知瓶盖的直径是8.5厘米，章鱼的腕足数量为8条，长度大概在12.35厘米。水的浮力大概，好，咱们忽略这个水的浮力，水的压强是32千帕。请问，螃蟹的心理阴影面积是多大？好好算啊，这题月考必考。哎，我发现他把那个，看着没，顺着那个缝把那个小触手的尖儿伸进去摸那个螃蟹去了。跟你说了多少遍，兄弟，拧。他又把他的小手手伸里头，看着没，在那摸呢，抚摸着螃蟹。哎呀，这种想吃吃不着的感觉真的是让人抓心挠肝。拧，兄弟，拧，又往里钻，又往里钻。我，你研究研究怎么拧，别老往里伸手。你看，让螃蟹夹了不？笨的，这么的，我再找一个小瓶子去。我一边给他示范，一边让他学着怎么拧，就这么干，完美。我一回头就这样了。我刚才去找了手机支架，我可以支这地方，完了把手机卡住，然后我还拿了个瓶子，我打算把手机呀卡在这儿，然后呢，我拿这个瓶子，我现场教他怎么拧，哎，然后。东西刚找完，我一回头，这小子自己打开了。我看到的时候，瓶盖正在缓缓是飘上去。不是你怎么的？你什么意思你啊？啊！我手机我搁旁边录着像，影响你发挥呗？天上下冰雹，你知道买伞了？孩子没了，你知道来奶了？愁死我了！我买芥末去。哎，张一哥，今天继续拍你开瓶盖啊。螃蟹给你准备好了，你不是喜欢躲着我开瓶盖吗？今儿手机支架我就搁这摆着了，手机我就给你架好，就一直拍着，我这一镜到底，我让你老背着我。OK， 先确认一下松紧，把它拧到最紧，然后稍微松那么一扭扭，完美。来，拧它。调整好手机位置呀，这反光啊，能看着我人啊。这不行，不能让你们知道章鱼杀手长什么样。那这以后我去菜市场，那卖章鱼那大妈不得粘我后屁股，要给我办会员卡呀。拧，铁子，把那瓶盖拧。得了，我还是找个瓶子去给你做示范吧。哎，那儿有一个。回来了，我教你怎么开。干啥呀，大哥？不是，我就走了10秒钟都不到，你就非得背着我是吗？就是我打听一下子啊，开瓶盖这个事儿在你们章鱼界是不是很羞耻？我就感觉我现在好像一个大傻。哎，我还搁这嘎达，我咔咔，我还打算拧，我还打算教你呢。我真的，我小丑竟是我自己。以后不能经常拍章鱼开瓶盖这个系列了，不行，这不是拍回我血压高一回，这玩意儿我再多拍2集，我都容易动性心律不齐呀、啊！我这以后再拍这个系列，我得搭配速效救心丸一起使用啊，要不然不保险。昨天章鱼开瓶盖那个视频，好多粉丝说你那瓶子是透明的，根本没看到的是不是拧开的？那今天我做了个标记，看好了啊！哎，拧上之后，这个小黑线都是对齐的。然后我们需要拧多久才能打开呢？看着啊，非常明显了吧？这回它再开开，是不是就非常的明显了？
看着啊，拧紧了。来，章鱼哥，拧它。真是的，让人小瞧了，居然不相信你会开瓶盖。妈呀，那还有更过分的帖子啊，说他根本就不是把瓶盖拧开的，是硬给掰开的。我当时我看完这评论，我真的我笑了。俺家这章鱼才多大点儿啊，你就做个芥末章鱼，它都不够下一碗大米饭的，他怎么可能给它掰开呢？真是给掰开的。不是，你就这么大点章鱼，那瓶盖上面黑线没动，螃蟹搁里，完了瓶盖紧的，就咔嚓一下怎么给掰开了呢？我说其实这是一个新技能的发布视频。哎，对，没错，拧瓶盖算什么本事？硬给掰开才牛逼，知道不？章鱼拧瓶盖有意思吗？没意思，掰瓶盖才有意思呢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章鱼到底多大劲儿？这，你把瓶子给我来一下，我试验一下子。就是这个瓶子，这玩意儿它是能掰开的吗？哎呦我去，有点劲儿啊！我吃你！哎呦我去！什么玩意儿啊？不是，我1.82米大个，140多斤，我力量我还不敢条章鱼呢。我买个拉力秤去，我高低我试一下这玩意儿到底多大劲儿。拉力秤买回来了，小样的，我看看到底你多大劲儿。来，把手给我。这么大劲儿吗？我去，给你看看多少多少，单位是公斤，这是4斤呢。不可能啊，这么大劲儿咋就能4斤呢？哎呦，我手上有水，有点滑。哎呦我。我的秤啊，你把秤给我还我来，我刚才纯是手滑啊、哦、你哎呀别吸我，哎呀你把秤还我，赶紧的，一会儿坏了，这打完折8.95买的呢，哥你给我行不行？那8.95是我一天的饭钱呢。不给我使劲了啊、哦哎呀，看看坏没坏，8.95，你醒一醒啊，8.95，是你害死了8.95。算了，你拿去玩吧，我去找那个卖秤的去。这怎么的？这8.95洗个澡给洗死了？这是劣质产品，哼。